然后看这里哦，他说 S y 多大于零，已知这两相加等于六，求这两相乘最大值怎么算？这里非常标准，给相加，求相乘，给相加，求相乘，麻烦用什么？用算己不等式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第一件事情，你把这当做 A， 把这当做 B， 好不好？把它解读成 A 加 B， 把这两相加。除以二，大于等于根号，直接把这两结案相乘，把这怎样 ？a 乘以几 ？b 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 a 加 b 除以二，大于等于根号 a 乘几 b， 这样行不行？我只是把原本 a 改成 x，b 改成 y 吗？这样行不行？那题目告诉我相加是几？六，六除以二三，所以三大于等于根号几 ？sy。之后写到这边，要把根号给消掉，怎么办？把两边平方行不行？平方变几？九。平方变几 ？sy。所以说写出来 a 乘 y 小于等于几？九。a 可以乘 y 小于等于九，可敬老师可以知道 a 可以乘 y 是最大值到几？到九而已嘛。可以超过九吗？不行嘛。各位可以哦，这第一个，所以最大值是几？九。第二个问你单。这个时候，那 a 乘 y 等于九的时候，问你那 x 是多少 ，y 是多少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老师一再强调，两个相加除以二，基本上会大于或等于两个相乘开根号，大多数的时候都会大于。什么时候等于？当这两个结案一样的时候。所以说当 x 乘 y 要是会等于九的时候，好不好？要是会等于九的时候，等于九的时候，老师可以推得，可见这时候这两个会怎样？一样 ，x 会等于 y。那题目又告诉我说 ，s 加 y 会等于几？六，题目说的条件嘛。所以说老师可以这两个会一样，行不行？行哈，这两相加又等于几？六，可见老师可以推得，可见 x 几？三 ，y 是几？三是出来了，各位可以啊、哦，所以说这个时候 x 是三 ，y 是七，三这样行不行？那很多同学会直接怎样，把后面结论，对吧？直接用后面结论算，当有最大值的时候，可见这两个怎样会一样？那这两个会一样，可见这两个都是几？三，有看到、哦？所以 a 乘 y 最大值是几？三乘三是几？九。这样可不可以？所以说有时候考填充题时啊，很多同学这样直接心算，这样行不行？因为这时候要等于最大值的时候，这两要一样，那这两相加又是六，可见这两都是几？三，直接算最后一步，有没有看到？算出 x 是三 ，y 是三，所以三乘三九就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 ，OK， 你看一下好不好？这标准算法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哈 ，OK。